是要来邀请咱雅歌合唱团，那甲咱带来安可曲，我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唱。这凡是咱正名制宪建国了后，这正做咱的国歌。这条歌台湾最亲，相信关心台湾的人拢正好唱这条歌。那拍鼓啊，对着雅歌合唱团来唱这条歌。因为在我的心肝内，这条就是咱台湾国的国歌。啊，我若听到三民主义吼，我拢会歪头啦。因为歪头卖看就好了了，但是有一天这条歌，咱若得奥运金牌，会世界来响起这条歌。咱感谢台湾雅歌合唱团，咱感谢咱家的前辈。就要有赞哦，有赞婆阿声，快拍个大声！因家不是干来要唱歌，因家阁是街头的镇长，有政治内底为台湾付出真侪困难，这就是咱台湾雅歌合唱团当初吴廷和老师来共同成立的目的，而且再次做感谢。非常感谢大家莅临咱第十七档2014年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募款参会，而且再一次感谢各位社团的代表、各位贵宾、各位企业家头家、各位百姓、各位咱台湾的同仁，而且再一次感谢您的莅临，多谢再会，希望每年在这时间。让更加进步，看到高速的提升，多谢。